美国国防部发布消息称，该国军方与欧洲十一个国家七日在奥斯陆会议上讨论了遏制俄罗斯计划。据俄方消息，二零一八年十月至十一月，在挪威境内，北大西洋将举行自二零零0二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北约军事演习，届时将出动约四万人、一百五十架飞机和七十艘舰艇。而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国刚刚宣布。 将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我们已经对五百亿美元的中国科技产品加征重税，现在我们在对两千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重税。接着，我们已经准备好再列出总金额两千六百七十亿美元的商品清单，并在短期内下达加征重税的通知。尽管人们对特朗普的行为褒贬不一，但大多数人均认为，美国同时与中俄为敌，应该是最大的战略错误。 在军事上，美国主要对准的是俄罗斯。从连番的军事演习到步步逼近的美军部署，F 二十二战机、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核动力航母等，均已在俄家门口找到了驻扎的。更让俄罗斯感到严峻的是，以前的那些小兄弟，那些东欧的小国家，正在纷纷加入北约。如果美军逐步进入这些国家， 那么将反过来开始对俄罗斯构成了威胁。下个月的北约十一国军演就显示出这种苗头。不知美国的战略算盘打得是不是太精了，在与俄罗斯军事为敌的同时，又瞄准中国在经济上与之较劲。当然，这个中美经贸较量一点也不比军事竞争逊色多少。从三月初的五百亿美元加码到九月份的两千亿美元。 现在特朗普又喊出了两千六百七十亿美元的口号，似乎不把中美贸易额归零，这场战争就没有结尾。但中国似乎打的是太极拳，并不跟美国在一个节奏上，可谓你把你的，我打我的。从对等的五百亿美元，到数量与质量结合型的六百亿美元，接下来不知中国怎么出牌。但从形势来看，肯定又会是一个结合型回应。很明显。 美国这样与中俄同时为敌，就无意之间促成了两者的抱团取暖。就在最近，三场大演习已然在中俄间展开，而规模最大的军演将有三十万名军人、三点六万辆坦克、八十艘海军舰船以及超过一千架飞机参加。中国将派出三千五百人、九百多台各型武器装备、六架固定翼飞机与二十四架直升机参与本次演练。 成建制的一个旅级规模的解放军参演，这显示了中俄间相当程度的战略互信。外媒猜测，正是美国的巨大战略失误，让中俄两个原本存在猜疑的邻国，不得不尽力消除分歧，最终结为可期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分析认为，美国习以为常的惯性思维，总认为中俄两国绝对不会走到一起，可现实是，中俄两大邻国正在文化交流、经济。 军事、能源和战略融合方面越走越近，彼此正因为信任而相处的愈来愈亲密。如今，中国派出最精锐的军队装备，与俄罗斯军人一起进行对抗另一个假想对手的演习，这已经明白无误的发出了再清晰不过的信号。可以说，对于应该如何重新安排未来世界的秩序，中俄日益拥有相同的看法。如今，特朗普正在与全世界开撕。 抓住这一良机的中俄两国，尽管也许永远成不了坚定的盟友，但他们的联手对于美国来说绝对不是好消息。